你知道吗？居然有85%的女生认为插入不是爱最重要的环节，比起抽插本身，伴侣跟自己的互动才是提升性爱幸福感的关键哦。但是常常有学员反映，在摸女伴的时候就是摸不出感觉啊，而且更让大家困扰的是，女生甚至会少了摸摸的兴致，做完了爱却反而感觉不到爱了。我们听到你的困扰了。从三个五组头、敏感的肩颈、腰腹，以及抽插之前的敲门仪式、抚摸阴唇、阴蒂的技巧，我们把它整理成系统性的学习方式，帮助你了解女伴身体的快感原理。更多实作练习，让你一个下午就可以学会。我们四大课程特色：第一，清楚讲敏感带的重点，让你吸收活用，搞懂身体构造跟快感原理。第二，透过手指、胶片、模型等等道具，效果不打折，实作也会更自在。第三，小班教学练习，让现场两位教练贴心指导，利用道具练习的同时，立即点出你的问题在哪里哦。第四，技巧练习影片，回家之后还能无限回放，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重温课程内容。那就赶快搜寻义务梗塞，了解更多课程细节吧。